是 Penny， 我今天呢要来做一个很简单，然后又看起来非常疗愈的小点心，就是呢用这个 pretzel， 然后呢上面可以就是浇那个 chocolate dip， 然后非常适合万圣节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自己动手做。今天要准备的材料非常的简单， pretzel stick， melting wafer， 还有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口味的那个 chocolate milk，然后还有就是很可爱的 sprinkles， 然后呢这个就是可以就是点缀在上面的，然后刚才呢这些呢打开之后就会像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呢就是还要需要一个 bowl， 就是可以让它加热的。好，所以还要一个锅子，还要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杯瓶子，这样子到时候等一下可以拿来 dip 的东西，然后就这些食材就可以开始做了，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咯。他现在已经在这里面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开始 dip 了。嗯，这样，嗯，转转转。抖一抖，把多的 glaze 抖下来。然后现在你看，它已经晾干了。我们现在要做下一个步骤，就是又要重新，就是 melt 一次那个白巧克力，然后把它淋上去。小洞洞，哇塞，这看起来很豪迈耶，好，完成了，超美的。我们经过了，就是把它晾了大概30分钟之后，现在已经干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买这个这种装这个的袋子，然后就把它放在装在袋子里面，就变一个一个的咯。就完成了，然后就把它全部装起来。大功告成。你看，我现在要来试吃了。你看，很可爱。试吃一下。OK， 又甜又咸的。这是一个好吃又好玩的小活动，很适合全家一起 DIY， 欢迎大家一起动手做。陪你过生活，下次见。